大家好啊，咁啊，今日1月8日啊，通关啊，阿华哥系咪好多大陆客入嚟啊？未感觉到喎、啊，啱啱。梗係未感覺到啦，啱啱開門啊，大佬。係啦，咁啊，依集想啊，依集嘅主題啦，男男女女啊，點解男男女女呢？就介紹兩隻男裝標，兩隻女裝標。咁啊，啱啱翻嘅係嘛，華哥？係。係啦。啱翻嘅你用。咁啊 ，Omega 依啲潛水標啊 ，Sea Master。咁啊，今次好特別啊，翻咗啲金鋼嘅。咩金鋼？係啦，金鋼咁啊，金就係金啦嚇。咁啊，金鋼帶 ，OK， 咁啊，持家機身啦，嚇、啊，咁啊，公價咧就九萬頭嘅，咁不過都係做緊個超筍價，超級聚首啊！你可以落嚟嚟槍槍啦，攞上手感受一下嚇，依、啊、款都好好賣嘅 ，Omega 嘅 Sea Master 系列啊，嚇、啊，咁啊有黑面有藍面啦，嚇、啊、兩隻嘅做緊超筍價。咁啊，介紹完兩隻男裝錶都要介紹啲女裝錶俾女錶迷噶，一樣係 Omega， 哇！依隻紅寶喎、哦，係紅色嘅、紅寶嘅 Aquaterra 喎、哦，再襯呢條哇，好 sharp 嘅紅色皮帶啦。咁啊，女士們啦，一樣啦，其實係咪都要揾翻隻紅色錶嚟旺下旺下嘅運程啊落嚟？咁啊，呢隻真係一絕啦！咁再加上啲紅寶，你睇，哇，好靚，塊面都好靚。咁啊，金鋼嘅呢隻 ，OK， 有個金圈嘅。咁啊，呢隻嘅公價幾錢啊，華哥？呢隻就8萬。8萬。0100。咁啊，亦都係做緊個超筍價嘅，咁大家可以啊篤篤計數機啦。咁另外有一隻。哇！依只斯文款啦、啊、嚇，我咩嘅斯文款咁啊，有啲石嘅喎喺個錶殼，咁啊不過依只咧就係石英錶嚟嘅，咁啊相對嘅公價梗係平啲啦，30000多蚊咧，超筍價而之後咧講緊係25000頭啫喎，嚇 OK， 咁啊如果女士們嚇、啊、對依啲好 elegant 嘅。鑽石腕錶有興趣啦，都可以落嚟睇下嘅。OK， 呢隻 Omega 個女裝啦。咁今集男男女女就介紹兩隻男兩隻女個 Omega 俾大家啦。咁啊，得閒就落嚟嚟窗邊睇下啦。拜拜。拜拜。